现在条件有限，我们把它割成两块吧。就这样子，先给它分成。上面倒一点水，先把它蘸一点，润滑一下，搞湿一点，然后因为感觉进去了就会闷住耳朵，就让它尽量够湿，然后在外面滑一滑。这个声音不是特别深入，但我还挺喜欢的。
是蚊子，它不是我土豆里的小虫。哇，那么大只。Sorry。我现在整个